够让社会大众知道文研院我们的努力，同时也让学界能够透过口耳相传尽量善用我们的服务共同为台湾开创创新之道的这个愿景。国家实验研究院是国科会督导的财团法人，其目的为配合国科会推动全国科技发展，今年再次征选研发服务平台亮点成果奖，以国研院八个国家级实验研究中心的资源协助学术界做出丰硕的研究成果。今年获得特优奖的国立台北科技大学电子工程系胡新慧教授团队，使用先进半导体制造与高频量测技术服务平台，由台湾半导体中心提供从元件、电路到系统整合的一条龙半导体验证服务，让国内产学研团队共用这些资源，缩短技术开发与验证时间，培育整合性高阶实务人才。我们北科大是完全没有固态电子领域的这个研究场域与设备，如果没有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的支援，其实我们的师生是无法朝这个固态领域来做发展。胡教授团队把射频元件的设计与量测带入我们的团队，整合中心的元件平台，并设计对应的静态随机存取记忆体与射频元件，透过与中心同仁的合作讨论与协助，最后共同将不同通道材料及多种功能性元件以一体化一直整合的成果成功展现。由国立中山大学物理学系庄丰泉教授领衔团队荣获优等奖，使用国家高速网络与计算中心的台湾山一号超级电脑，国网中心致力于推动高速运算及 AI 科技服务与研发，注意各领域创新，举凡工程与科学、生物医学、数位文创等，落实新时代关键技术扎根。这个获奖当然是对我们团队一个非常大的肯定，因为我们团队有好几位博士生，还有好几位博士后，那每位团队的成员都非常的用功。首先我们有发表在重要的国际期刊，那如果能够获得这个奖，整个团队的士气会相当的鼓舞。近年来，由于电脑的硬体与软体的进步，使得我们可以利用电脑来完成这类型的理论模拟与计算。即便是如此，要完成这类型的研究，在电脑上也是需要非常庞大的计算资源。国网中心的台湾山系列超级电脑刚好在这个研究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台湾山系列的超级电脑总共约有90,000多个计算核心，提供台湾学研界研究学者以及老师们所使用。目前国网中心拥有3座的台湾山系列超级电脑主机，其中台湾山一号和三号是属于翻用型的计算主机，也就是可以提供给多种应用领域来进行高速计算使用。而台湾山二号呢，是 AI 超级电脑主机，主要用来处理 AI 人工智慧相关的运算。本身除了有提供高速运算服务以外，其他所提供的服务也包含像容器运算服务、虚拟运算服务和云端储存服务。另外，同样获得优等奖的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资讯工程学系彭文孝教授团队，使用国网中心的台湾山二号 AI 超级电脑，借由运算平台所提供之大量的记忆体与 GPU 计算资源，不仅协助储存大量的训练资料，同时也大幅地加速模型的训练与演算法的开发。本次团队获奖的主要项目是利用 AI 的技术来进行影像跟视讯的压缩。那这个是大概是在4年前国家的 AI 专案计划开始，我们开始来进行这个研究项目。那最近在这方面的研究呢，受到国际研究团队的这个支持以及国际相关领域的注目。因为这样子以 AI 来进行压缩的这个影像视讯技术呢，预计在未来可能会取代传统的压缩技术，带来截然不同的压缩体验。彭文孝老师主要是用 AI 来做视讯方面的压缩，那在这方面的研究呢，需要大量的运算能力，所以它是使用我们台湾山二号上面的 GPU 容器。那在我们台湾山二号上面的 GPU 呢，它的运算量相当于一张 GPU 卡相当于100个 CPU。 国网中心也建构了科技研发服务平台，主要支援国内外相关的研发团队，未来也会以更专业的技术和更优质的计算平台来持续地服务国内产官学研各界，并培育相关领域的高速计算人才，以促进国内新兴科技与产业的应用发展。追求全球顶尖，开创在地价值，是国家实验研究院的愿景。
国研院希望国内科技人才多与辖下的八个研究中心合作，开发出更多顶尖研究成果，创造新兴产业，带来更多民生福祉。